晚晚都被顽痰黐实，所以我哋行多步，幸福化痰素帮你松晒啲顽痰。Good night。Hi, I'm Lisa S, and I'm so excited to be a mother-to-be. I can feel her growing and kicking inside of me every day. It's amazing to feel a baby growing inside of me. I can't wait to meet and greet her. The Friezo Miracle of Love video is going to show you lots of amazing moments in the pregnancy journey. So make sure not to miss it and check it out at frizomum.com.hk.美素佳儿与你共享成长历程，一直为宝宝献上优质营养，130年嚟全球信赖。荷兰美素佳儿，哇！医药费、学费、结婚开支、卡数、街数、大数、细数、乜数、乜数，夹夹埋埋，逼到埋身。好在有及时雨大扫除私人贷款，无论你有几多数未清，及时雨信贷帮你集中处理，扫走晒佢。及时雨与你同行。嗰日啊，我见佢抌咗两个吉樽啊，走正。你肯定系我当事人掉嘅。当时啊，佢饮紧一支，有两支未开，啊加埋两个吉樽啊，咪啱啱一排五支咯。你讲大话。佢飲緊嘅係綠色液到 LT， 除咗一壺聖乳酸菌，仲係高纖低糖一排三。唔使審，綠色高纖就係一力多 LT。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曾若月闹市海港，爱在旧城扎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恩怨，几许已淡忘。只需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美国中情局前职员斯诺登选择在香港泄露美国大规模监控电话和互联网的资料，包括全球最大型的互联网公司，而被监察的目标竟然包括香港的大学、公职人员甚至学生，令到香港很多人都人人自危，亦都令到香港的资讯自由、法治环境忽然之间成为世界焦点。斯诺登事件带出的根本问题是國家安全和個人私隱、通訊自由怎樣可以取得平衡呢？當然，斯諾登至今提出的資料都是比較零碎的一面之詞，相反美國政府方面其實都沒有否認，難免令人相信必有內情。 How much do we give out and what does that do to our future security？ 面對解釋斯諾登提出美國監控互聯網的指控，我們的難處是一般民用甚至政府機構使用的電腦網絡保安系統和技術，雖然可以對付一般民間黑客的入侵，但就未必能夠偵察得到有國家機器資助的情報機關的入侵。那不代表我們香港或者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我們的網絡保安水平不足。面對一個超級大國的政府用數以千萬億元開發的秘密技術，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在香港現有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監管香港政府、警方這些執法機構，限制他們只可以用作偵察罪案和防止罪案的用途。每年相關專員報告都會指出部門仍然有違反調查的情況出現，
但係呢個已經係最低嘅透明度同埋問責。外國以至內地政府喺香港嘅情報工作又有乜嘢嘅監管呢？法律上，香港需要加強規管境外組織喺香港監察同埋截取通訊，而立法會呢亦都會提出香港政府一定要向美國政府要求提供入侵香港網絡嘅細節，並且停止喺香港進行秘密嘅網絡監察。的確，保障國家安全係必要嘅，但係將所有人都監視，將所有嘅資料喺我哋唔知情之下都攞翻嚟慢慢分析，係冇證據證明咁樣係有效嘅方法嘅。事實上，科技發展代表大量的資料被製造、儲存和傳送，政府監察的機會無可避免地多了，這個是科技發展之下的一個代價。既要國家安全又要個人私隱，這樣怎樣平衡呢？就是以制度保證透明度，容許立法機關監察的制度。我希望斯諾登事件可以引發全球保護互聯網自由的討論，改善網絡自由的狀況，而不是令到一些極權國家的政府反而借機會將秘密監控合理化。中世国家杯最后两支球队登场，上演入球秀。尼日利亚谈笑融兵，大打进攻足球。大洋洲冠军大溪地历史性亮相，虽然一致睇淡，但凭斗志创造骄人一刻。中世国家杯群雄论战，今晚深夜12:01，比赛台。以下节目系由巨基脱皮金沙鱼及英皇金业联合特约播映。以前冇嘅，我而家有，有大好嘅事业，经历过唔同嘅大场面。Action！ 由一个大细路变成一个大男人，喺大银幕里面得到大突破。将来我相信会得到更多，因为有实力强大嘅英皇金业帮我投资财富。将来。就是下一秒，英皇金业祝福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洲际国家杯2013年的午间汇报。今天和大家看看这一场的比赛，就是 B 组的第二场比赛，由大洋洲冠军大溪地对着非洲冠军尼日利亚。他们在大国脚的层面从来都没对碰过，不如一起看这场球。雖然話就話喺大國腳未碰過頭，但係2009年世青杯咧，兩隊曾經對過頭嘅。尼日利亞當時贏5-0。睇翻開波嘅時候咧，尼日利亞都可以話佔咗大部分嘅攻勢嘅。咁呢度見到艾美特梅沙一腳嘅傳中波，過唔到咧就係中間嘅中堅球員出翻嚟之後咧有一個射波，然後反彈兩次，跟住之後就製造咗今場嘅第一個入波啦。喺開波只係五分鐘嘅時間咧，就係阿積利就入咗呢一球波嘅。麥哲阿哲利的起腳就首先彈中就是17號的莊拿芬，跟住之後就再彈中是隊長的華馬，都可以話咧幾經波折之後個波就彈入了，省到就是莊拿芬大佬，然後就再彈落去隊長度嘅。大溪地咧